阿妈，那么大好呀！哎，好，哟，老舅妈，坐。那那大嫂子啊？哎，稍微弄弄清爽。坐。眼睛要硬点啊！哦，眼睛硬点了。哎，我要坐不坐不，坐不那生意兴隆。啊，行，哎，老舅妈。啊。抓了生意兴隆嘛，把光把那直播拿下呀。哎呦，哪能呢？难撑哎，啥子运动出来？啥个运动啦？那你家吃杯咖啡。不用了，你弄点吃的来。 是不是你想火车位置高头多少罗曼蒂克？两个人刚刚说说。罗曼蒂克，我听也听不懂。对不起哦，我托你老头子上一万吧，啥子？啥？哎，侬搿个一趟又参加全国电影节人口普查呀？哎，搿一趟街道里派一到隔壁头。 那隔壁那个居委是不啦？哎，参加人口普查工作晓得不？哦，也是普查员，反正我来瞎讲。现在大家总是听冇得嘞，是真抢我这个灯泡呢。哎，这看过啊，你怎么看过？还没入侵啥了？搞啥人口普查？他们真的是吃饱了。哎，侬吃饱了。老舅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人口普查，那我们这要普查吗？哦，我听见王爸爸讲的。 只要有人的地方才要查啊！阿明，那怎么办呀？啥哪能办了？哎，你想啊，我表哥表嫂在上海打工，没有户口的。哎呀，这个嘛，只要跟人口普查通知讲一声，他们会动脑筋，他们会通情达理的呀。不是，哎呀，他们，他，哎呦，那是，好了好了啊，哎呦，现在嘛有事情求我了嘛，两只手也搭在我手上了。 平时我叫你跟我谈谈吧，你就没时间打什么丑架子。好嘞，我光光，不要紧啊。那表哥表嫂房子就在此地附近啊，还是属于此地管的。只要是我到老娘就讲啥，对吧？老娘就会得帮忙的。不是啊，老娘就不在这做普查员。都哪办？哪能办啊？侬现在手放下来，猜牢我，我告诉侬哪能办。那么枪是。 好嘞，我要接，宜宾是个打个普通员，哦，有啥听侬信就好了，好吧？谢谢老舅妈，谢谢。我去马小菜了，哎，等下宜宾转来侬再讲一声，我马上就出来。好的。哎，啥事体了？侬倒是哎。哎呀，老舅妈，侬马小菜嘛打两只来的，是不是？最近来开饭店啦。侬又要寻开心了是吧？好，我来讲拨㑚听。哎呦。 来来来，老舅妈，坐坐坐，请坐。我来讲拨㑚听。哦哦哦哦，啊，喏，就是搭搭后头，哎，阴阴阳阳。哦，对了，你晓得阴阳阳到此地来过啊，就是那离婚夫妻个的。那慢点讲好了，你个婚啊离脱了，还是啥夫妻啊？眼眼没吃什么？眼眼就弄错脱。哎，通过你老头子组织工作以后是吧？伊拉要复婚嘞，破镜重圆，重组夫妻。 哎呀，好子好子，老早离脱，现在再重新做夫妻。搿侬马小菜搭啥家了？喏，不是，侬也好迭个一块居民啊，到我屋里来，还有洋洋咯、英英咯，到你屋里来吃饭、聚聚，大家谈谈，促使伊拉早点复婚，晓得伐？哦，搿倒是好事体啊！老舅妈，你跟老娘舅一样，很有热心的。搞的，哎，味对，哎哎哎，买菜烧菜吃力了，勿得了。是是，迭侬讲的。搿能好伐？ 奶奶，那大家叫到温馨卡巴来坐坐聚聚聚聚，阿拉此地蛮好呀，人都是老妈对吧？哎，哎呦，不累是呀？你老头子贵做的呀，虽然你忙得勿得了，勿能参加，侬一定要搞拨阿拉来做的桩事体。搞拨哪做桩事体啊？哎，我决定。奶奶，普京总院迭个活动，有老娘舅屋里向主办，温馨卡巴一办，阿毛阿明阿珍承办，侬看哪能？好，我懂了。 这个办法倒蛮好的，那个能吃就嘛，搿么好的呀。好，搿么拜托㑚了，好。没关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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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。好了，这个能。吃夜饭哦。吃夜饭，吃夜饭，好吧。这边的坐垫侪辣海头，都得。哎，随便㑚，我们来去坐。会得安排的，那么正好，老舅妈。哎，来结婚人㑚晓得伐？ 几乎也有数嘛，搿大概有都少居民，我心里向一本账，清清爽爽。侬有数嘛了是伐？好了好了，谢谢侬。啊，再会。哎，再会。哎，搿么讲定了，就等侬来参加活动了，啥名片打好啊？
哎呦，菜！哎，什么吓我了？我吓侬了？那屋里有人吗？有人啊！有人啊！哎，做啥啦？有人啊！我一家头呀！我一家头啊！那个老师哪能个能干？没别人啊！没别人，来，你向左，你向左，走，哎呀，坐下，哪能啦？老弟嘛，听说那老娘家啊。是搿趟人口普查的普查员啊，是个呀，一个，这个啥个意思啦？哎，没啥意思，没啥意思，哎，慰劳，哎，慰劳，哟，用不着这个，是，再讲呢，你个老头子呢，普查到别个区委去嘞，哦，你辣别地方普查啊？四里腿不搭嘎嘎，老弟嘛。不过呢，你这个衣品呢是辣那个搭普查的。哦，一样。哟，侬做啥啦，老师啊？侬有啥个事体，侬尽管讲，你好帮忙啊，用不着送礼的个呀。老弟嘛，这一趟全国普查啊，我是提心吊胆，心神不安啊。为啥啦？为啥？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？我一个人，没别人。对，侬一大头。哎，侬讲我去。回来了。哎，回来。我有桩心病，哎，我隐瞒了交关年数了，屋里大人儿子都不晓得个。搿么啥个事体？啥个事体呢？一个啥事体嘛？我又来了呀。就是我的家事婆，老婆啊。就是结发夫妻了。伊没死。啊！哎呦，老师吧，是的，侬不要吓人哦，侬不要吓呀。因为侬看看搬得来的辰光，不是讲啊，那老爱人就死脱三年了，叫阿拉大家脱侬寻对象了，有吧？搿桩事体啊？有搿桩事体啊？哎，搿么好了，搿么让侬一歇歇讲，伊没死了。不是事体是迭能个，我问侬呢，户口没注销，在那法律上讲，迭个人还活辣海，对伐？户口为啥道理不注销呢？既然不注销了，搿护照上哪能会得收呢？那我讲侬听呀，那个老爱人啊，前几年到乡下去探亲，忘伊拉家，拉把啥子给死脱嘞，手续没就送到护照上，乡下头个护照手续啦比较宽松。搿侬为啥个道理不拿那个爱人的户口注销脱呢？侬哪能又来着啦？哎，我一家头呀。好，老舅吧。哎，侬清楚清楚。嗯。哎，当个辰光啦，我工作来得个忙。我呢就拿搿只生日呢举办了。哎，还勿开追悼会。当时呢，阿拉老太婆个厂啦，搭人家厂合并。并了以后嘛，也没人下来调查，也勿晓得伊死了勿死。当时阿拉老太婆回来了，乡下头探亲了。我辣问侬。为啥个道理，侬不拿那老爱人的户口注销他？为啥道理不拿户口注销呢？哎，为啥道理呢？不注销个目的呢？哎，目的就是可以拿阿拉老爱人的退休工资继续好挪去，挪得来我就存了银行里。这个一趟屋里向装修呢，就找这个排头了。哦哟，老师啊，看看侬人倒蛮老实，哪能会得做出个做不到这个事体来？是呀，真是啊！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画龙画虎难画虎呢啊！哎，这个闲话应该我讲。我自我教育呀。哎，侬啊，那老爱人过世了，侬这个户口没注销他。是呀。要搿一趟普查要是查出来个闲话，那侬尴尬的。是的，这个钞票啦，我准备退办。这个小事体了，要是搿桩事体被外头人晓得了，我这面孔没地方摆了，太难个了。要把阿拉儿子晓得了，肯定得我两个人一刀两断，脱离父子关系。我这个急得了，所以我来寻老娘去，请他叶平帮忙。叶平了。哎，王爸爸嘞？王爸爸，哎，王爸爸不来三个，这个人呢，中点不大振作个了，这面孔十倍有倍个，啊，这不行的，那不行的，哎。讲不得，讲不得。哎，反正我耳朵有毛病啊。哎，请坐。老婆可怎么样？走。老师，我弄下这边。来。哦，面孔嘛，十倍有倍，中头嘛不正的。我跟侬讲，面孔十倍有倍，这个叫近视原则。你要年龄成倍了。老师傅啊，怕怕侬是个老工人的呀。是的。从解放初期老起，一直老到现在的。对。哦，
侬连死人的油侬也要卡的。王爸爸，老师，我这个不是卡死人的油。对呀，侬搞了太严重了呀！太严重了。这是在影响和扰乱国家计划。听清吧。侬想想，阿拉国家13亿人当中，要是有1%的人，也就是1300万人都领钞票。侬想搿个损失国家还得多少大啊？是是是，哎，不过闲话要到头来讲，对勿啦？全国像我搿样是坏的人呢，也勿大多的啦哦。你是打个比方呀？真的有介许多会得聊啊？是的，是的。一平啊，老师傅急死了，要是查出来以后，伊担心了这个齿纹哪能办？对对对。妈，搿趟啦，普查人口主要是调查人口的确切的数字，不存在啥个齿纹问题的。哦。对于侬隐瞒的啥问题呢？阿拉只是进行纠正。哦。至于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呢，只有侬自家主动的跟有关方面去解决了。哦，好，我晓得，晓得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那么我就等了屋里向，等他来调查户口啊。啥调查户口？调查人口。王爸爸，应该叫普查人口。哎，听清吧，叫普查人口。侬有啥个资格来批评我啊？这面孔十倍九倍。哎，老师啊，还没叫走啊？啊，喏，么子打算？你这个算嘞？啥个算嘞？不能用啊！那回事。哎，快点。老舅妈。哎哎，侬好。王爸爸，哎，有情况。啥人家屋里失窃的？啥人失窃啊？呀，侬自家讲有情况呀？哦，我讲有情况，本是失窃啊。因为侬是保安呀。爸爸，侬这个人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装了，到底出啥事体了？快坐下来讲呀！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哎。俺才晓得个，哎，哪哪，对花卡巴，阿珍的表哥就是阿富啊，带了明两家头啊。这个我晓得个，伊在你小区里向租了间房子呀。哎，对个呀，是你老头子帮忙办个手续呀。现在要搬走嘞。哦。侬哪能晓得个？咦，我亲眼看见个，大包小包朝外头拖啊。我跟娘伊拉走好了咯。你的政策是来去自由。我可以有问题。哪能？啥问题？侬想，阿珍的表嫂表哥，伊早不走，晚不走。偏偏要了伊拉打工赚得还可以的情况下头走，对对个对个，为啥道理偏偏要了人口普查的档口走呢？对呀，我想其中必有缘故。对，讲得对，大块头，哎，侬马上去拿伊拉叫出来。伊拉不肯个，不肯，我有办法了。哪能？侬听伊拉讲，大家么邻居一场，今朝王伯伯呢请他吃咖啡，为他送行。好的，哎，王伯伯，哎。侬真的请伊吃咖啡啊？哎呀，这个是用个计策呀！哎，用不好讲出来。勇勇，侬对我讲的情况，我绝对到此为止，绝对不会向任何人透露，包括我爱人董大芳。一平姐姐，搿就谢谢侬了。但是有一点，侬对这个普查小组啊，不可以保密的，因为㑚姐姐呢，并非是㑚爸爸亲生的，伊辣上海又没户口，搿情况呢，阿拉一定要一个明确的查实。不是对那姐姐是相当不利的，伊就变了一个没户口、没个来历的黑人嘞。噶黑人啊！王爸爸，哦哟，我把那吓了一跳。阿拉想取消今朝的聚会。老娘就特指大家，好不容易拿那两家头拉拢来。是呀。哦，那现在伊要拆开来的。当初阿拉离婚的辰光比较仓促，洋洋一下子拿户口也迁脱了。不。那么头一趟人口普查啊，听说通知到2000年的10月30日为止。对了个，阿拉不好再拖了呀。嗯，我户口不马上迁回来，等人口普查的辰光，阿拉两家头侪有离婚的历史问题，搿多少有些难过呀。咦，王爸爸侬晓得啥啦？哎，难道不能讲出来个？那勿像结过婚的人，像幼儿班的小朋友啊，哪能介幼稚个啦？我听他讲，第一，离婚勿是历史问题；第二，㑚现在复婚，说明㑚能够互相谅解。没好吗？第三，人口普查制造人口状况的记录，不进入个人的档案的呀。哦，搿么也就是讲，离婚复婚跟人口普查没关系的了。浑身勿搭界的，所以㑚没必要有这个顾虑啊。搿王爸爸，哎，阿拉个聚会记住经营，对啊、好，吃吃。那得不强调，勿让吃咖啡，准备脑壳吃脱是吧？啊，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搿能，侬做做㑚爸爸思想工作。阿拉可以上门对那爸爸进行普查人口的，绝对保密。哎，一平啊！啊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哪能啦？王爸爸刚不过来，逃不牢了呀！快快走！走。
吃的。哎呦呦，喊你，我要吃一点呀，咋的啦？你都能吃一点？不是，我们没看到一个，这我。阿小海啊，请侬走过那屋里向，阿拉等特小来普查人口。但我不得假的。人口普查搞每个人才得噶，哪能会得搞侬不得噶？户主是爷，管理是娘，普查人口去问伊拉。哎，侬倒蛮生气的啊！不是，补充句啊，阿哥阿嫂得我浑身不得噶的。这，跟那爱人跟小人呢？没个，啥么啦？啊，不是，爱人小人的户口不辣处理块的。侬不要忘记啊！做啥啦？那搬到处理已经半年多了。对个呀，爱人小囡一直住辣处理，所以讲要参加人口普查。那么户口不了处理，那么人住了处理吧？人住了处理就要参加普查啊。户口不了处理，那么人住了处理吧？住了处理，那么要参加普查的。停，好了，那两家头反反复复要讲到啥辰光？那爱人跟小人的户口为啥道理到现在还没迁过来呢？在了娘家，娘家就是妈妈家。为啥道理要来了妈妈家了？妈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那是为了分房子。我哪里晓得个啦？搿次普查人口当中啊，我也碰着过搿种情况的。哦。但是我可以明确负责任的告诉侬，哪能？搿次普查人口主要是调查人口的状况，勿牵涉到分房子跟其他情况。勿得讲啊！当然了。当然了，人家一讲就讲清爽，侬讲没讲不清爽？当然了。我随时随地等侬，侬来普查人口好了。啊。大块头没青头。哈小海，侬走过那屋里向，等他下阿拉要来普查墓地。哎，一边，侬快点到卡巴去，我还去值班了。好，咁阿拉走了啊。走。刚刚大块头保安讲呢，讲了王婆不请我吃咖啡，还我送行。现在看来侬不是请我吃咖啡啊，侬请我吃药，你不是把我送行啊？你要把我送走了？对呀。打110，伊人走脱了吧？走脱了。我讲我叫侬婆啊，阿婆跟侬讲，侬闲话讲讲清爽。阿虎，他侬是前世冤家。阿虎啊，侬哪能一眼眼好吃都不懂啊？是呀，侬有啥困难侬讲出来，大家会得帮侬解决的。哎，是呀，结义爷爷要复婚，就等了此地大家吃一顿，解决问题了。侬还想等了此地吃一顿啊？阿妈，这个时候还要赚我表哥的钱啊你？阿珍，依我看，那表哥急匆匆搬了走，一定有讲不出，但是必须要讲的原因。讲得对，我有啥讲不出的原因啊？你有几个小孩？一个。我家房子住了搿搭，就养了一个小螃蟹，外加是丫头。小姑娘。搿么还有个大小囡呢？这个是同乡解放了我搿搭的。大家侪听见，伊叫我爷叔的，是吧？没有人叫伊爷叔的。前两天我听这个保安大块头跟我讲，侬带了这个大小姑娘到阿拉小区外头的墙角边上，好像在等啥人。结果呢，对面来了一个外地人，身边也带了个小姑娘。这个小姑娘叫侬爹爹，侬身边这个大姑娘嘛也叫侬爹爹。啊，哟，奇怪嘞，这大块头不是保安是特务吗？那是我经过看到的呀，那么我告诉保安听的呀。嘿，这个到底哪里桩事体了？阿虎有两个囡啊！讲出来侬不要吓，我家乡还有两个囡嘞！啊，我有四个亲亲啊！一眼没瞄头，生来生去侪是囡，阿拉一家就是个儿子。侬倒不要讲，我欢喜囡。我欢喜。我都能讲的。好的，那讨论这个问题会早了嘞，等那复婚之后再商。哦，那欢喜啥几个就啥几个。啥人讲啊？不可以哦！计划生育只好生一个。对了吧，我不拉虎气昏的个呀。现在问题蛮清爽了，阿虎呢是为了赚这个政策的控制，那么就生一个小人搬一个床，生一个小人搬一个床。哎呦，乖乖龙弟头阿虎啊，侬急嘎嘎，侬倒是超人游击队个队长了嘛？啊，啥个超人游击队？我户口又不在那边的，关他啥事啊？哎呦，原来是这个陈小姐了。啥个陈小姐啊？哎，你是外地民工啊，外头来个客人，阿拉对人家客客气气的。哎，你参加啥个人口普查了？懂也不懂啊？这不关心他的懂。侬这个闲话装也装不上了嘛？哪能装不上？哪能装不上了？罗阿叔啊，我跟侬讲了啥人口普查，不侬就吵相骂吵到。哎呦，去！不是你听快了，恭喜！你吓我！凶了，吵相骂还是客气了啊？不客气么？哪能？侬有办法打人啊？当下的我是不会得打，阿拉政策清爽来些的，要吃官司的。不过我到那屋里去吃一生一世，做啥要到你屋里吃一生一世？凭啥？小海讲哎，
一定要到了屋里来人口普查哎。阿爸，这个人口普查是对侬好呀。小人来干嘛哦？哎，我下岗了屋里来，哪要人口普查嘞？我来岗位上的辰光，那啥地方人口普查啦？李阿芳，我听侬讲，那我听侬讲了，这个人口普查不是后侬讲的，国家规定的，十年搞一次。阿芳，侬到底啥意思啊？都为了一个气。耶，你不是啥个气了？哎，我下岗了噶许多日脚，伊拉不帮我解决上岗的问题，人口普查伊拉倒起劲嘞，查常住人口不算，还要查伊拉种外来民工，查了外来民工不算，还要查阿拉种下岗的人。哎呦，那把光的一刀的，谢谢侬。阿芳，要是不查清人口的状况，哪能来解决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呢？哎呀，一平，我跟侬讲，李亚芳，啥的啦？我本来呢是要来寻着侬的。哎，侬现在不是已经来寻着我了吗？啥寻着侬难听不啦？我是讲，街道叫我通知侬，伊拉经过努力，叫侬明早开始啊，到街道的托老所去工作。嗯，啥？叫我到托老所去工作？对，这是蛮好嘛。省得侬一天到夜蹲在外头加加加加加的，他工作不用的啦。你们到托老所去，对这个老头老太刚刚长吗？啥意思啦？这好事体，哎，对吗？咁么闲话意思哩，我又可以上岗了咯。对啦。哎，阿虎，搿人口普查是一桩老要紧的事体哦，侬不要强头叫侬，一句话一眼没个侬看看。哎，我叫我要提高，对吧？要好好叫提高。对对对对。我叫我不来事。哎，对对对。你搿个黄毛姑娘十八变，四十岁姑娘三十六变嘛。宝宝吧，男同志啊。我想问一声，这个人口普查有具体哪能登记啊？哦，是外来的，没居住户口的人员啊，侪要填写外来人口登记表。迭能介一来，我不好再养儿子了，外加还要罚我钞票哎。阿虎啊，侬哪能一打我，侬哪能就不想想国家啦？国家要是对㑚搿种盲目的超生一样一无所知的话，几年、几十年以后，国家啊。就会得把那个种隐形的人口啊，侪吃穷脱的。梅同志啊，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但是我晓得侬讲的老有道理的。表哥，你就登记吧。哎，好，我登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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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要登记。那个表啦，一共有两种。哦，一种呢是长表，一种是短表。我要长表。长表呢，总归比短表好。短表是不提，但是那个长表呢，是十户人家有一家人家屋里要提。哦，是男人女人，哎，好，那问题解决了。阿虎，侬么登记啊，登好了。人忙到齐了，我看看那吧，宴会开始。开始，开始。宴会还没到齐嘞。阿毛侬啊，人头也不能弄清爽，侬以后要做糊涂事体的。对，老爷爷，王伯伯讲得对的，我最近在外头搞人口普查调查了，我来摸底。哦，我真正体会到，只有拿人头搞清爽，国家才会得做好事。对，这个就叫人口普查啊，利国利民。好。